已经没有了啦，后面来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啦。不过吼、哦，那是伊言伊讲的，不是代表我讲的。恁来搞买，我赶快来卖恁，让恁欢喜大只大鳗哦，看好喝了几条，两只就800咯。来，想要借来1000块给我来，1000块来三只哩，千里可以啊，来1000块。想吃蒲烧面不介绍了，来4只给你了。来两个客人买了，来我挑恁呐，冲啊这边冲啊尾来，1000块啊，蒲烧面来。哎、欸，5只快将近2000块了，来1000块来，最后一个人给蒲烧麦，各有啥要吃蒲烧麦，都有了吗？好，谢谢你们。真的要没了。来好，阿哥该上。真的没了、哦。我跟你们讲，蒲烧麦真的没了。来，来，蒲烧麦真的没了。来，要吃托托的，卖1800来，500块来。了啰嗦了，托托的一袋就百五啦，无大袋啦，这也大袋一袋2-300可以啊，但是足够，正800的来4袋哦。来500块，我来5袋哦，你来，金钱啊，金钱我你吃一礼拜啊，啊那要看就免看啦。来500块啦，这2袋搁请你，来7袋哦，你来，这正的哦，这是咸土豆哦，这是正的哦。来500块来3袋哦，你来4袋哦，你来5袋哦，你来，这2袋搁请你来，搁有人无买着无？来7袋哦，你等于真来500块，土豆啊，通通买了土豆鱼。来谢谢，啊无恁出来有介绍，我讲安全呀。来，要吃每次大香肠的。明峰爸爸，明峰爸爸。3个客人来200块来，200块准备赢掉。来，今天每次大香肠来3位而已哦，三位而已哦，最后一位哦，不是2条200。是3条，是4条200块来，今天最后结了给啊，每次大香肠贵不？最后一个客人的美式大香肠，统统给了哈，3只吧，1、2、3、4条给你们，真的好吃。烧麦应该剩3条，一餐煎1条，超好吃的。我们昨天有，苏凡你要去睡觉了，跟谁睡？来，把最后结弄完，跟谁睡？大香肠，来3个客人全包的。你跟谁睡啊？来，阿妹吃鱼饺的，卖个介绍，纯只包两嘛哈。来，200块3个人给买的，3位客人买了鱼饺，这没有人带，就我不让你买，给你看好笑。6粒50块，今天来吃要多点鱼饺，一出来就是6粒。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吃什么，就去弄一只蒲烧鳗来吃。鱼饺买200块，拢做咩料呗？200，多大个味啊？来，最后一位了，鱼饺。最后一位，等一下没有鱼饺了，不好意思，来今天200块来，来200块，我小蛋姐那边好啊，来回去，哎，鱼饺200块来。来了吧，哎、欸，最后一位了，最后一位了，不好意思，无买着就无啊，来鱼饺二刷，无啊，3个人给你，200块呢，鱼饺一堆啊，你200块是咧卖啥货啊？好啦，卖啊少的来，加水来蛤蟆我来，来啊，你讲要爱啥金贡来，这只蛤蟆哦，蛤蟆哦，蛤蜊哦，哦，蛤蟆。昨天来离港全部穿一样的制服，哎、你说他们来？你说他们穿一样的制服啊？出现一包10斤，1斤卖6啊，60，安尼10包安尼。